新房车露营的第一天，刚刚把水箱里加满水，看一下啊，这下面已经呲开了。它这个水泵是安在我的底座的下面，座椅的下面。刚刚我放了很多的鞋子，然后突然我就发现，看到没有，这个地方有水。我一想这个地方哪来的水呢，然后它就一直在这呲呲呲的。我打开一看，水流如注啊，喷开了。还有一个地方，看到没有，入户门这有一个水龙头，水龙头下面看到没有，这个流的更厉害。哇，这什么做工啊，我真他妈服了。我刚刚把水箱加满，直接来了一个水漫金山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我东西还没收拾好啊，但是我估计明天肯定也走不了。我靠，这还没开始用呢就开始漏水，我也是服了。得亏我还没走，让我爸拿着扳手给我拧一下。他是没赏金还是咋回事？收都没啥都没，那没赏金。哎呦，这个活干的也太他妈糙了，我真是服了。现在拧了一下，现在好了，但是刚刚就很危险，你看见没有？底下是底座呀，电呢！我的妈呀！下边那个接那个是不是？我说接不进来是。那明天白天再看吧，你先看一下这个座椅下面这个水泵，呲呲嘞。在哪里？这个下面。看到没有，它一直在喷。哎呀妈，这东西你看哪里，你看这，哎呦，这真的是个啥呀，我天爷，又天怎么的，这手不在，我一人底板全十万了。不好意思，谁访问搁这个时候重新拆了重装，他这个装谁得访问啊，访问拆了重装。哎，把水放完，那就只能从那个淋浴器，把淋浴器拿出来，用这个玩意儿放水。因为这个水泵的电源是连着灯的电源的，所以这会儿把车里的总电闸给关了。关了之后，打着手电连夜抢修。把所有的螺丝都拆掉重新上一遍，不然不放心，我真是。哎，咱们再试一下。这个水龙头是我摸一下啊，干的，这个应该可以了。看一下这边咋回事，还有点漏，一滴一滴的，我干了点，看那儿，还有点，不行不行，接着放水。这个垫子不行，垫子不行，完了重垫。就是这玩意儿，一个塑料的片儿。去加点水吧。可以啊，加水了啊。好。哎呦！啊？还有一点。还有一点漏。嗯，再上。这会儿是晚上的10:19。8点多发现的问题啊，到现在整整折腾了快2个小时，我真的是非常无奈啊。今天是我应该是最后一天待在家，准备收拾好行李就出发了啊，但是现在出了这么个问题，两个地方啊。第一个就是我前面的那个洗手池的水龙头
下面的螺丝是没有上紧的，所以水泵一开，它直接从那个螺丝的地方滋滋滋冒水。但是用钳子重新给它上紧了之后，那个地方已经不漏水了。第二个地方就是抽水泵和水管连接的地方，那个地方也是滋滋滋的漏水。刚开始我们以为是里面的垫片有问题，结果换了垫片之后呢，还是漏水。虽然没有刚开始漏的那么厉害啊，但是现在拿手摸或者是拿这个卫生纸去测，还是会有水渗出来的。具体的问题现在还是搞不清楚，所以今天晚上没办法，我就只能把车里的水全部放干净。为了测试这个东西啊，前前后后往车里加了水，加了三四次，然后又重新放干净，来来回回的折腾，到现在也没查出原因是什么。改车师傅呢，这会儿应该睡着觉呢，联系不到啊。等明天跟他打电话，看他怎么说吧。这会儿接着收拾行李。下午五点啊，老宋终于打电话了，刚没接到，这会儿咱给他回过去。行行行行，好嘞好嘞，那就先这么着，嗯。就是如果不能再有来话，我再等。行行行，我先这么着啊。嗯。哎，大致的意思就是说，先让我找人修一下，因为他这会儿已经在郑州了，离我们家400公里啊。我找人修，然后如果是能修好的话，花了多少钱？他出，因为当时我已经把所有的款都给他结清了，当时是一次性给他的，都包含在里面。如果是这边的师傅修不好的话，他就只能再从郑州过来一趟给我修好。这个螺丝有问题呀、啊！这老师傅一上手就说这个螺丝是有问题的，拧不紧。就是这个玩意儿啊，师傅给换了一个新的，这个质量太差了。这个三通的零部件换完之后，但是刚刚修水管的这个师傅一看啊，就跟我说了，这个水管用的质量是非常非常差的，很怕它路上稍微的有点什么动静就给爆掉，所以我立马就给老宋打了个电话。老宋说，那你直接就换吧，你不用跟我说，到最后你给我报个价格，全给你报销就行了。那好吧，那就这个管子也给换一下，一套整齐吧。别的材料咱不说啊，它这个水路的这各种材料确实质量非常差，用料不太行。这都厚的，你看它拼不了能贴，是吧？还能再上、啊，就是这样一次性。这个关子，只要是这个东西，这样一次性贴不下来，都不是厚关子。啊，好吧。这个水泵的电机啊，安的位置也是非常不合理。看一下，它出水口在这个地方啊，水口在这个地方。如果是用之前它的这种质量非常差的这种软管子，哎，给它弯成这样的，是可以拧在这个位置的。但是拧在这个位置之后，因为这边是有门板的啊，这边是有板子的，拧在这儿之后，它这个水管要一直以这样的弯曲的状态运作，时间一长的话，如果这个地方积水，很容易这个水管就爆掉了。但是我们现在换了质量好的这种硬管子之后，没法弯曲，就塞不到这个地方了。所以现在呢，这个地方需要加一个小零件，让这个出水口直接朝上，然后我们把硬管一装上就合理多了，只需要一个小小的零件啊，一个小的弯头就可以了。哎，把它看到没有，拧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水管接到这儿，来插电试一下啊。又是白白浪费了一上午，好在老宋的态度始终都挺好，而且问题最终都得以解决。出发出发，再不走心态要炸了。我是冬瓜，一人一车自驾中国，
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远方的风景就是我此生的信仰。